花莲县秀林乡嘉明村嘉明121号。形成属性。历史建筑起始年代，光复以后1960年代。文化资产主管机关，花莲县政府。公告文号，府文资字第 10-1019-0032A 号。公告日期，中华民国101年10月12日。简介：秀林乡普明寺。1922年，因原住民抗日事件及霍乱疫情，当时在制糖公司北埔农场工作的家村中无语友人，乃将家乡日本的惠门山地藏尊恭请到花莲，并建木屋将地藏王菩萨供奉在茄冬树下，让这个地方因为信仰而得平安。地藏王菩萨造型亦与其他来自中国各地的地藏王菩萨迥然不同。二次大战早期的寺院被毁，直到1960年，在许聪明老居士等善心人士的筹资下，重新建造并命名为普明寺。1963年，正言法师到花莲，就在普明寺小木屋修行，而后成立佛教克南慈济功德会，举办第一次冬令救济，而这项人道关怀如今拓展到全球74个国家地区。1979年，许聪明老居士正式邀请释慧宝法师驻西主持普明寺，至今秀林普明寺本殿约五坪，为1960年代钢筋水泥建筑，简单古朴，仿古通风花窗，加上沉重厚实的两扇大木门，颇具特色。山门门柱上莲花造型的柱头亦十分精致。正殿后方百岁茄冬虽屡遭风雨，战火肆虐，人之繁叶茂，屹立不摇，护卫普明寺。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 3250241702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4:15:32 GMT 1950D13896 1297C 以一比0003 Heights 1032005173602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23 September 2013 1:58:54 GMT 0003 Heights 5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
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原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英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65362OK9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8:54 GMT 0003 Heights 5165:36 回本页顶端按钮图影像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慈济文化园区，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2327JPG F00002328JPG 资讯显示。花莲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启程全年行程地址花莲县花莲市中央路三段701号负707号行程属性宏伟地标博物场馆宗教园区简介慈济文化园区坐落在花莲市中央路上的慈济文化园区包含慈济医学中心静思堂静思竹轩及慈济大学校区这四大区块是慈济全球事业的总枢纽也是凝聚慈济功德会四大置业医疗慈善文化教育的地方持续在东台湾的净土花莲散发慈世济人的沉稳力量正言法师自1966年立下创办医院的宏愿后经过多方奔走累积每一份大爱终于在1986年创立慈济医学中心实现了尊重生命守护生命的理想同时动土开工兴建静思堂希望将慈济功德会致力四大置业的成果在此展示之后上人进一步体会到民医易得良医难求的事实决定要从教育做起培养有爱心
愿意牺牲奉献并能善用其医术的良医，于是在1994年成立慈济医学院，办学绩效良好，并于2000年改名慈济大学，同时设立附属中学和实验小学，成为一所从幼稚园到硕博士班一应俱全的完全化教育大学。1996年适逢慈济30周年庆，志工队员临时搭建竹屋茶轩供访客休息，慈济人分享致用，三年后竹屋拆除，在原地扩建可长久使用的竹屋，也就是现在的竹轩。慈济四大置业随后再加上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国际赈灾，称为一步八脚印。这八脚印的第一步就是慈济文化园区静思堂。静思堂的建筑包括瞻仰大道、道旅广场、本体建筑和周遭的庭园景观。本体建筑以静思精舍为蓝本，整体外观采用自然材料，除了铜瓦屋顶之外，就是石材和木材，希望随着时序的变迁，呈现出历史的岁月感。静思堂的新建主要是传达佛陀慈悲济世的精神，无论外观及内涵均能呈现出一种无声的说法，让每位有缘人皆能感受到佛教的精神及全球爱心人士共同写下的动人篇章。静思竹轩位于静思堂与慈济大学间的静思竹轩是全台唯一使用古法搭建的竹屋，并以四方竹为建材，整座竹屋保有正身、两侧护龙等台湾传统建筑文化，又以方正工整的四方竹为材，动员超过6000人次的慈济志工完成，代表慈济端正、庆心、简朴、合力的形象。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 3250,290,182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Friday16 August 2013 13:41:36 GMT 19.1078CC 53869AS 1:0003 Heights 10320517360 2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23 September 2013 1:58:54 GMT 0003 Heights 5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
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英数字验证码的图，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5255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8:55 GMT 0003 Heights 5152:55 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花莲天主教文物馆，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1927JPG F00001928JPG F00001929JPG F00001930JPG 资讯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启程，全年周六与周日请先预约。行程地址花莲市中美路168号。行程属性历史建筑起始年代1958年落成至今。博物场馆简介花莲天主教文物馆。花莲天主教文物馆成立于2010年10月23日祝圣启用，其前身为美伦主教座堂，于1958年10月7日落成，在花莲走过一甲子的岁月，是天主教于花东两县传教的重要起点与核心地。回顾1952年贫困与交通不便的年代，一群来自中国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偏远后山花莲，为在地人带来物资与教会信仰。花东为原住民居多的县市，神父们为融入当地文化并能传教，学习了我们的语言阿美语、布农语、卑南语等，更编列了各族群母语歌本与经本，在花东两县更成立医疗院所、幼稚园等，让贫困的人能平等地接受医疗与教育。
他们无私的奉献，让天主教信仰得以传遍花东两县。随着时间流逝，外国神父逐渐凋零，新旧神父交替，有很多神父所使用过的物品及具有信仰价值的宗教用物，在未建立文物保存观念下，纷纷被丢弃或焚毁。有鉴于此，花莲教区现任黄兆明主教从2009年开始着手文物的收藏与保存，并将已闲置的旧美伦主教座堂重新翻修，于2010年正式命名为花莲天主教文物馆。馆内除了保存神父、修女们所使用过的物品外，并陈列出属于天主教教义的礼仪空间，以利更多人了解与认识天主教，一起浏览天主教在花莲发展的时光隧道。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36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23 September 2013 1:58:55 GMT 0003 Heights 5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英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50596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4:12:21 GMT 18B88 5192794CEE比0003 Heights 103005169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13:58:55 GMT 0003 Heights 5169.89 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花莲县封冰箱 Moco TAAE 港口部落阿美族 Elison 丰年祭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1981JPG F00001982JPG F00001983JPG F00001984JPG资讯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节庆行程日期或启程每年七月约20-24日行程地址港口村天主教堂广场行程属性节庆活动文化资产主管机关花莲县政府公告文号符文资第 10-0009-1492B 号公告日期中华民国100年5月30日主管机关文化部公告文号会受资筹3-100-3006-4432 号公告日期中华民国100年8月25日简介花莲县封冰箱 Moco TAAE 港口部落阿美族 Elison 丰年祭传说以依山傍西的 Moco TAAE 港口部落因其地理位置之优势自古以来就是临近异族或聚落觊觎的梦土传说遭逢天灾人祸谷物欠收之际部落的祭司家族 Selangasan 氏族要出草将以罹难者之魂为部落守护灵祈求风调雨顺民生安定因此在 Moco TAAE 港口部落丰年祭阿美族语称 Elison 为祭祀之意二传统游耕年代部落族人烧山将农作物集体耕种在山坡上男性年龄阶级中的青年阶级之 MOAOY 废犬阶级主要负责山坡地作物巡守重要工作每当作物收成之际废犬阶级从山上返回部落族人会举行盛大活动迎接并举行 Elison 庆丰收日治时代的改变日本人曾意识的同化在地传统文化祭典活动 Elison 丰年祭据传当时一位在大港口神社诞人 Bilson 的族人建议 Elison 祭典活动时男性年龄阶级组织中的青年阶级应该在羽冠顶端系上日本神社经常使用并绑着的白色布条
体现出日本宗教与部落伊勒森祭典在文化与精神层面上相互影响与融合的界面表征。至今港口部落伊勒森祭典中依然可以看见青年阶级们在羽冠上端系着轻柔的白布条，随着身体律动前后上下飘扬摆动，仿佛跨越世代不停地述说着这一段曾被殖民的历史故事。港口部落伊勒森流程表。7月20日 Misa Flag Pad Cullen 准备工作捕鱼杀猪报讯息。7月21日 Malit Apot Pakekut 迎灵祭晋级仪式。7月21日 Sakusi Kpeko Modern 宴灵祭。7月22日 Sakutosa Peko Modern 宴灵祭。7月23日 Sakutolo Peko Modern宴灵祭，敬老尊贤，手牵手，表扬宴客。7月24日 NAPAN 送灵祭。7月25日 PAKILAN 鱼捞祭。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 3250261072OK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12 August 2013 4点17分11秒 GMT 195DC 25CD 11297C 以一比0003 Heights 103200517360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23 September 2013 1点58分56秒 GMT 0003 Heights 5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英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
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32-OK9Text/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58:56 GMT 0003 Heights 5133:37。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瑞穗乡庆安宫土地公庙，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1977JPG F00001978JPG F00001979JPG 资讯。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节庆，行程日期或期程，行程地址花莲县瑞穗乡复兴村海岸山脉西路山脚下，县道193号 77.5 公里处。行程属性历史建筑起始年代日大正年间民国九年，文化资产主管机关花莲县政府。公告文号府文资字第0970580-0270号。公告日期中华民国97年3月21日。简介瑞穗乡庆安宫土地公庙。土地公庙建于大正九年1920，由当时的大和村、金光富乡大富、大农、瑞穗乡富源、复兴一带居民集资兴建。1951年，庙祠于大地震中倾毗，迁移至原址侧边重建，建筑构件除台基外，均为原始构件。土地公祠形制相当简朴，系以13块石板雕凿砌筑而成，屋面屋脊施以雕刻，简单中有精细之处。祠内有一座石造神龛，供奉一对造型质朴的土地公与土地婆。这座古老的土地公庙见证了日治时期西部闽南移民拓垦东部并落地生根的历史。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
264812 OK 十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01 13:16:51 GMT 19 B 2 at 70 C 51297 C 1 比0003 Heights 103200517360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23 September 2001 13:58:56 GMT 0003 Heights 5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英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 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 32501417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 13:58:57 GMT 0003 Heights 514117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新城保安宫天宫申庆典恭庆谢平安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1910-JPG F0000-1911-JPG F0000-1912-JPG F0000-1913-JPG 资讯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节庆行程日期或启程农历1月9日天公生10月16日公庆谢平安行程地址
花莲县新城乡嘉里村嘉里二路121巷一号。行程属性：节庆活动起始年代明前十二年。简介：新城保安宫天公生庆典，恭庆谢平安。移初八，天公生前一天举行迎妈祖绕境活动，热闹异常。二初八子时举行三献礼祭祀大典。三制作平安龟八千金供信众祈求平安。四初八九歌仔戏表演二天，另有信众答谢场次。五初八下午三点起至初九下午六点提供平安粥与信众享用，估计约三万人次。六初九当日自清晨起至夜晚，整日信众来往祭祀，热闹异常。保安宫建立于清光绪二十六年，明前十二年，迄今已113多年，为历史悠久之道教圣殿，经数次整修改建、扩建，图像精致，造型优美。民国四十年花莲大地震，庙宇全毁，惟玉皇上帝圣尊安然无恙，坐镇如故，观者赞叹，传为神迹。保安宫历来香火鼎盛，信众广布，更为周边数村里居民宗教信仰、祭祀、资讯中心。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 3250,228,762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12 August 2013 4:11 10 GMT 19 F 681 B 7 F 91197 C E 1:0003 Heights 10320517360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23 September 2013 1:58:57 GMT 0003 Heights 5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原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英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
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3477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8:58 GMT 0003 Heights 5134-77 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花莲美伦敬信会星期天主日敬拜，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1932JPG F00001933JPG F00001934JPG F00001935JPG 资讯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节庆行程日期或启程全年星期天游家或每年12月25日圣诞节行程地址花莲市民族路52号行程属性节庆活动宏伟地标简介花莲美伦敬信会星期天主日敬拜行程内容一教堂参观二专人内部导览三青年敬拜星期六18点星期日主日敬拜8点及10点国语15点台语四星期三周间敬拜19点30分特色一位东部地区最大之教堂每周聚会人数约为1100人参加年龄层涵盖儿童青少年青年成人长者等年龄层二位碧云庄敬信会东华敬信会凤林客人之家以马内利敬信会之开拓母会三于缅甸腊须有两个分支布道所四每年暑假均出队至中国大陆大西北青海省等短宣并进行支教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
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22723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01 13:12:44 GMT 19 D 23 E 4232 1297 CE 1比 0003 Heights 103200513510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23 September 2001 13:58:59 GMT 0003 Heights 5135:50 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花莲港天宫暨龙柱楼梯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1918JPG F00001919JPG F00001921JPG 资讯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启程正月初一 till 十五日补运二月初六日全省访工三月念三日天上圣母诞庆七月念六日中原普渡十月念八日安座周年行程地址花莲市国庆里四林中山路一段500巷15号行程属性宗教圣地简介花莲港天宫暨龙柱楼梯全宫雕梁画栋前殿上方张雕精品蜘蛛结网是大陆师傅精雕细刻的巨作前殿两边设有两座大型龙梯由地面伸至三楼颇富巧思富丽堂皇构筑雄伟四周树木葱茏碧草簇簇云雾弥漫景色秀美庙里设有环境优雅的香客大楼可容内2000多名游客夜宿并提供卫生洁净的餐厅。港天宫背后有一座山轮，山轮仿佛是一座太师椅，正前方又有美轮山遥遥相对，仿佛一张拜桌，地方人士隐位上级之地。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
3250173603OK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 13:58:58 GMT 0003 Heights 5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英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01-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227872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12 August 2001 13:11:46 GMT 18A124F 1297CE 1:0003 Heights 10320517602OK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 13:58:59 GMT 0003 Heights 5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英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 Copyright 2001-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4282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8:59 GMT 0003 Heights 5142-82 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花莲万荣民立上圣保禄堂天主教朝圣弥撒日，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1915JPG F00001916JPG资讯，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期程，每周六上午7:00至8:30，行程地址花莲县万荣乡民立村85年1月号，行程属性宗教圣地碧鹤潭圣母朝圣的。简介：花莲万荣民立上圣保禄堂天主教朝圣弥撒日，碧鹤潭圣母朝圣弥撒时间为每周六上午7:00起至8:30，由陈春光神父主持天主教弥撒仪式。本乡乡民宗教信仰以基督教、天主教、真耶稣教为主。碧鹤潭圣母朝圣地位于万荣乡民立村大家汉部落，海拔约480公尺。一、碧鹤潭文史简介：所述水池原为良田，1933年日据时期水田东边山丘，日本人要盖学校，驱使当时担任大家汉部落头目地毕赫瓦利斯发动居民挖土，将废弃土石倒在水田北边山凹缺口，筑成拦城拦水堤。地主毕赫瓦利斯虽有百般不愿意，但在日本政府威权统治下不得不从，捐得变水池。台湾光复后因年久出现溃堤，毕赫瓦利斯的大儿子大韶毕赫花费巨资整修维护，目前状态近年常缺水。大韶毕赫又再出资从万荣林到9公里500公尺处接引山泉水注入池塘。为纪念日据时期担任头目地毕赫瓦利斯开垦捐地及发动居民筑堤的功劳，经大家汉部落耆老将池塘命名碧鹤潭。近来因碧鹤潭周遭环境优美及种植山樱花，已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尤其飞行伞活动的推动及林田山文化园区观光客的日益渐多，已逐渐成为本乡中区及朝圣及观光特色的景点。
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264,58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4:11 25秒 GMT 18 28343 C 31297 C 1:0003 Heights 10320517360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9 GMT 0003 Heights 5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英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68,36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9 GMT 0003 Heights 517836。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
日式寺院建筑及安庆修院，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00001958JPG F00001959JPG F00001965JPG 资讯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启程全年周二至周日上午8:30至下午17:00中午不休息周一休馆行程地址花莲县吉安乡吉安村中心路345年1月号行程属性历史建筑起始年代大正六年1917年文化资产主管机关花莲县政府公告文号台内名字第86773230号公告日期1997年4月1日宗教圣地简介日式寺院建筑及安庆修院限定古迹及安庆修院兴建于西元1917年前身是日本真言宗高野山派及野部教所至今已迈入第97年头昔日更是花莲县吉安乡日人移民者之信仰中心。吉安庆修院是东部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日式寺院，院内花木扶疏，环境幽静，充满禅意。建筑上最为特殊的是为四角铜板形式的宝形灶屋面以及中开房间向后延伸的布教坛结构遵循日本传统构造形式形态以木构架系统为主屋顶为日本式四柱懒间寺内留有空海本尊不动明王石刻摆渡石及88尊石佛等重要文物为日本旅客在花莲的重要参访地点摆放于庭院中的88尊佛像它们象征着88种烦恼也代表着88种愿力是吉野部教所创办人川端满二及当时移民遵循空海大师遗规行遍日本四国88所寺院请回供奉因巡行四国88处灵场为日本密宗的传统但因路途漫长达约1300公里在20世纪初遂有于庙内集中供奉88所寺庙的主佛的小石像供不便巡行参拜者在同一个地方进行参拜而庆修院内石佛原已遗失仅存10多尊由花莲县政府维护后已将其余10项新刻补足矗立高耸的光明真言100万遍石碑相传信徒由住持法师带领双手合十诚心祈祷并顺时针方向绕着石碑行走并念佛号南无大师照遍金刚便可以得到佛的保佑使疾病治愈来到这不妨绕着石碑走走相信只要诚心一定可以得到保佑的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
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22360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4:14 36秒 GMT 19 9E27C 1741 297CE 1:0003 Heights 10320051736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23 September 2013 1:59秒 GMT 0003 Heights 5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英数字验证码的图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 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9726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9秒 GMT 0003 Heights 517726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瑞穗复原保安宫城隍夜访祭古王争霸战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1937JPG F00001938JPG F00001939JPG F00001940JPG
资讯。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节庆。行程日期或启程，农历五月十三日城隍夜访，习俗国历七月举办古王争霸战。行程地址花莲县瑞穗乡复原复明及复兴村。行程属性节庆活动起始年代城隍夜访，不可考古王争霸，民国八十七年。历史建筑起始年代清光绪十四年，西元一八八八年。文化资产主管机关花莲县政府文化局。公告文号中华民国一百零一年十月十八日府文资字第一零一零一九四二一六 A 号。公告日期中华民国一百零一年十月十八日。宗教圣地简介瑞穗复原保安宫城隍夜访暨古王争霸战。复原保安宫创建于清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为清光绪年间拔资庄及今复原复明复兴等地地区清兵总理谢方荣所建，四凤霞海城隍爷，这也是花莲地区最早的城隍庙。拔资庄因有土城保护拔资兵，为求心灵寄托，故有供奉城隍爷之意。当年由谢方荣建茅屋一间祭祀城隍，与台北大道城同源自福建同安属霞海府城隍，在台湾其辈分仅次新竹都城隍。由于城隍负有阴间保安任务，故称保安宫。昭和四年村民捐资改建为三四平大的庙宇，日治后期皇民化运动，居民唯恐信奉的城隍遭破坏，村民吴敬义、阿帆、林朝顺、杨德发乃将城隍金身护持迁往复兴山脚下瓦窑资，暂时供奉在一棵大茄冬树下躲藏，至光复后金身方迁回庙中。保安宫在民国三十九年集资重建为水泥砖造瓦混合构造之庙宇，六十一年复重新建设，成为钢筋水泥构造之旧式庙宇建筑，分正殿、偏殿，占地七百坪，建坪八十八坪。庙内有专刻的福德正神，而盘古大帝牌位置于五谷先帝神龛内，颇具古意，使有今日面貌。保安宫今祭祀主神为城隍爷，配神为五谷先帝、地母娘娘、天上圣母、关圣帝君、盘古大帝、福德正神、城隍太子与高爷、矮爷。农历五月十三日为城隍圣诞日，五月十二日晚上依然保有暗访的习俗，是拔资庄年度盛事庆祝活动，阵头队伍绵延数里，善男信女挤满庄头、街头、庙前，好不热闹。在绕境活动中，其路径必安排经过复兴山脚下习年避难处，以示不忘旧恩，如此有情有义，着实极具教化意义。而最震慑人心者，当属大鼓阵。习年以人力合挑大鼓，沿途竞技，争相贴红，输入不输阵，喝彩声不绝于耳。而七爷、八爷踩着七星步法、四门步法绕境演出，表现出铲奸除恶的阵仗，最让人津津乐道，也早已成为居民共同的记忆。八十七年起，地方有志之士
以社区总体营造精神，每年七月办理的古王争霸战，即希望唤醒庄民莫忘了拔资庄优越的传统庙会文化，且目前已列为年度客庄十二大节庆之一，兼具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极富意义。有关城隍夜访绕境活动，因瑞穗乡邻近景点众多，游客可前一日入住温泉旅社或民宿，当日顺道游览复原长明文化馆、瑞穗牧场、吉珍牧场、五鹤观光茶园、北回归线、扫巴石柱遗址、鹤冈游憩区、奇美文化馆等各处特色景点，体验激流泛舟，享受温泉。接近傍晚时分，即可至保安宫找个好位置，准备迎接盛大庆典。而七月所举办之欢喜锣鼓满客情古王争霸活动，则是当年度主办单位规划时间为主。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30-OK9Text/HTML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9:01 GMT 0003 Heights 5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英数字验证码的图，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279-942 OK 10 image/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4:13:05 GMT 19:03:124 CE 1297 Heights 10320515954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13:59 GMT 0003 Heights 5159:34 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吉安圣安公王母娘娘下降圣祭纪念碑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1906JPG F00001907JPG F00001908JPG 资讯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节庆行程日期或启程花莲县吉安乡慈惠三街118号行程地址节庆活动起始年代民国38年起历史建筑起始年代民国53年10月宏伟地标王母娘娘下降纪念碑宗教圣地全台王母娘娘信仰发源的博物场馆王母文化馆其他释放新灯说明每年盛世安邦期间约在7-9月间举行可释放祈福新灯行程属性简介吉安圣安公王母娘娘下降圣祭纪念碑1949年民国38年岁次己丑农历6月13日上午6时天上王母娘娘显圣降花莲圣安公现在巍峨耸立的虚空无极天上王母娘娘下降圣祭纪念碑之处当时是一间矮小的茅屋王母娘娘选择了这户贫穷人家除开是缘分而外也表示了她怜悯苦海苍生的悲愿圣安宫的建筑采用多种形式包括纪念碑盔顶式主殿八角攒尖式左右配殿歇山重檐式后殿歇山重檐十字脊左右廊卷棚式二廊元帅殿四角攒尖或四重顶开山堂及幽玄阁鹿顶式等式样屋顶上的装饰从屋脊端点开始放置仙人与走兽及龙首依序为仙人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鱼蟹猴及猴等奇形怪状的动物圣安宫屋顶主殿正上方用葫芦左配殿中脊上置巨大的飞龙右配殿上置凤凰另外也有宝瓶大象龙厅凤阁召建于民国73年位于八卦楼无极大宝殿主殿左右侧为三楼建筑一名人龙厅凤阁其屋顶有栩栩如生气势磅礴之龙凤塑形而称谓龙厅与凤阁其建筑为北市之庙堂构建并呈相互对称
龙厅，凤阁一分前后段，前段部分为供素仙佛圣香以资朝礼，后段部分则为供香客来供住宿之禅房。三宝殿位于主建筑物最高层，造型如玲珑八卦宝塔一般，故本栋大楼又名八卦楼。殿内奉祀开基之天上王母娘娘圣像，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